中秋庆团圆。这天中秋节，在名人饭堂福临门就遇上了大美人李嘉欣与老公许晋亨及儿子许建彤 Jaden 一家贺中秋了。于傍晚六时半，米秀穿上恤衫及黑色皮裤现身，刚下车即转身协助英英下车，非常细心。两夫妻牵着儿子甜蜜进酒楼，场面可真温馨啊！许晋亨父母许世勋夫妇也随后到场。其实李嘉欣这天一早就秀出与老公的恩爱合照，并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没有过多的祝福语，只愿大家开心平安。两人脸上幸福表情真是令人羡慕啊！相反，这边迪波拉老公胡须控一人进入酒楼，也没见拉夫陪伴在旁，显得有些寂寞哦。中秋庆团圆，这天中秋节在名人饭堂福临门就遇上了大美人李嘉欣与老公许晋亨及儿子许建彤 Jaden 一家贺中秋了。于傍晚六时半，米秀穿上恤衫及黑色皮裤现身，刚下车即转身协助英英下车，非常细心。两夫妻牵着儿子甜蜜进酒楼，场面可真温馨啊！许晋亨父母许世勋夫妇也随后到场。其实李嘉欣这天一早就秀出与老公的恩爱合照，并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没有过多的祝福语，只愿大家开心平安。两人脸上幸福表情真是令人羡慕啊！相反，这边迪波拉老公胡须控一人进入酒楼，也没见拉夫陪伴在旁，显得有些寂寞哦。